Huh? 喝酒了喂。 白班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！哇哦！嗯。 没事，我推荐你去最近网上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回收旧手机价格高，我用了几年的 iPhone 差都卖2000多了，而且还顺丰免费上门，不出门就能卖，你也去试试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 那个酒鬼呢？